人那烟烟照呀那照山岗，肩挑着酒坛江呀那江湖闯，为什么要强行出头来找事忙，还不如一杯在手来个欢乐场。你们要是喝了我的酒啊，喝翘姐儿喝完就秦梳妆，大丈夫饮罢就身体壮，你若不信就尝一尝，包你是去熟去湿好心凉啊。老爷，太太，喝一杯吧。你胡说什么啊？错了错了。哎，你们小两口可以喝一杯吗？你这人说话怎么不三不四的？哎、你这种活人何必去理他？你又管我了，小薇。你不要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哎，慢酒的，给我来一杯。是是是，慢着啊。怎么回事，于大人？酒里边可能有蒙汗药。蒙汗药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什么？酒里边有蒙汗药？岂有此理！哎，卖酒的，给我来一坛。嘿，我这个酒里边有蒙汗药，不卖了。哎，你这个说话可别冲着我来，我可不是灭保镖的。打开。你觉得奇怪是不是？我本是女儿之身，因为寄身江湖，为了要寻找杀父仇人，所以才不得不改扮男装。你很守信用。我答应了你，我一定会来。今天我们俩都上来了，希望你能平安的下去。不要客气，我们各凭运气吧。华兄，请。贤妹，请。生死决斗，谁也不能破坏武林规矩。师叔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事到如今，我再也不忍心瞒着你们了。你们两个本是同胞兄妹。什么？哥哥，说起来都怪我们当时过于自私，只顾到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料竟害了下一代。师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没有想到吧？事实上，我是你们的二姨。
我们姐妹一共三个人，你外公最疼的是你妈妈，在她临终之前就把南天七世交给她。我和大姐恨透了你们的父母，所以才想出这不得已的主意。哎，就为了报复，让我们同室操戈。老大，一点骨肉之情都没有吗？我要找他算这笔账，我要为我死去的爹妈报仇。你们有什么账，有什么仇，都来找我算吧。大姐，大姐，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呀、啊？我已经上了你十八年的当了。我已经多让你们活了十八年说得很对，我们走吧。